今天我们终于要搬新家了。搬新家了，吃完。乔迁之喜，一贴着瞬间有感觉了。不稳。不稳啊？不稳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在网上买的，然后又弄了一个这种网糊到大屏上，因为我觉得生活嘛，也要给一个仪式感，而且是一直往前的生活。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能通过自己的打拼，或者是有一点父母的帮衬，去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，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心里很感慨，终于有自己的新家了。三姨、大姨、二姨，不能叫二姨了，能叫妈二姨。行，完了，今天你是哪吒？等等吧，小公子，对，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小公主，小爱，小爱，什么事呀、啊？烧水，烧水，请检查水壶是否有水，以防水壶烧坏。大娘这智能不智能？在搞笑，那个进门的仪式，好，起了好，小男人，小男有人才，这个小男人人才，称心如意，好，如意的好。分配一下呢？博士提字，步步高升。行，你第一个进步。那我只能第二个了。行。对，第一个进步步高升，应该是你的。咱家的主人步步高升。那张娜娜米色油，装食物油。对，第二个做饭。谁做饭？我做饭。对。你食物油怎么样？你才做。说话叫娜就应该是娜，第二个娜，我得第二个，所以我娜。就该是第二个，那啥，那没事就一下就能叫了。新媳妇儿。俺家就这一个新媳妇儿，都是嫁闺女，这终于轮到娶闺女的时候了。进了，姐姐。要不咱。及时到，开开门。今天先让大家品尝一下咱俩的喜酒，定做的，专门定做的。那酒是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准备开饭。现在已经听不清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听不清，因为家里人实在是太热闹了，太多了，大家都非常听。我以前从未有的那种家庭生活。今天硬菜都是我做的。这肉炖了鸡、羊肉，排骨。那我坐着坐着，我快点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那叫做人。做猪耳。猪耳啊，这个真高兴啊，这个。来新年了，多弄一点吧。来二哥，不需要啊。来，走一点。中华家人，行，快上，
你看咱也没有牙管印，都是咱自己牙印儿。他酒他衣服，他鞋不来事儿多。就前面说呢，再次标示干鞋，干奶奶优秀了很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我就说二哥，你回头说你来这一桌，这就是你那家。你要是敢客气，那就没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不客气啊。嗯，这就没有说呢，这就是你那家，你知道吗？还剩一点，那真的都是好人了，那个人呢？你看这个面善的。